候，我超级超屁，他超讨厌他，超没礼貌。我跟你讲，时间管理大师，而且他超喜欢多人舞。本名刘怡琪，生日可以讲吗？可以讲。1989年8月26日，星座是处女座。哎，处女座很会照顾人，而且处女座很少哎，每一对处女座都很少。你说很少处女？大概对。你要干嘛？有没有很多事？你很好聊哎。再来就是职业是中华职棒味全龙的啦啦队长。嗯，你当队长多久了？三年。2014年出道，哎，你跟我一样哎。对啊。所以你之前是吸金女孩，对，一打。哦，吸金女孩，但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，不认识，我们是很后面才认识。对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好 detail。32C24 33，背号77。Yeah， 因为我们的77是曲曲。哦、oh 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因为他也叫琪琪，所以叫77。嗯，然后啦啦队经历就是吸金女孩，当时的昵称叫红妹。对，对啦，你那时候叫红妹啦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为什么叫红妹？因为、哦、我大学的绰号叫猴子，就算你叫猴子啊，但他打的是拳上拳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很帅哎、欸，帅是在不在那那猴子拳哎、欸？你应该认识孙孙吧？我不认识，你认识吗？知道，但是没有讲过话。他迷过你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2020年到2011年，2021年牧师女孩是篮球，但是现在也是吗？没有，到2021就没了。我想要让我生活充满棒球。哦，你是很这么热爱棒球？对啊。哎、啊，当初怎么会去甄选？因为我底下。弟弟爱棒球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是好爱拉米，那应该来嘉宾乐天呢，拉米，我去选过，结果没上。好，再来，我要介绍小真男。OK， 小真男因为没有维基百科，所以以下是呢网络上查到的，艺名小真男，本名王星宇，生日是1月21号，摩羯座吗？水瓶座，身高是162，体重48，专长是唱歌、跳舞、主持、影音创作、model。哦、很多哎、欸，兴趣是跑步、健身、跳舞、做菜、拍照、旅游、弹。你也会弹钢琴吗？对，有学过。你是都才多一级？那你怎么会去课间？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课间好像赚钱。那时候其实念三科，然后那时候觉得课间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定、比较高稳定。对，所以后来就想说啊，那就去科技业看看这样。那你在科技业做多久？哇，做了8、9年有哎、欸。很久哎、欸。然后你的未来是想要往 YT 圈发展，并预计会发布个人单曲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就是我已经有创了 YT 的频道，叫八波 T 小真奶。然后我今年就是11月24号也会发个人的单曲《星语之火》。哦，那你之后 YT 是会拍什么样类型的风格？我目前还是都以拍生活为主。那为什么叫真奶？因为我就爱喝真奶。可以找那个地方吗？当初谁找你进来啦？对啊，我之前有一个合作的公司，然后他知道魏全龙有在甄选，对，然后就推荐我进来这样。当队长有什么好处跟坏处？好处就是那个头衔，那坏处可能要当好好小，就可能要多一些心力去照顾你其他身边的老年人。因为有些可能有些女孩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可能跟他比较好？怎么可能之类的，对吧？其实当队长也蛮辛苦的。对对，那你们会有小团体吗？对，我其实不喜欢小团体，所以我喜欢大家一起。但是很难的，一个团体里面蛮难的。那有几个跟几个比较好，我是不会怎么样。嗯、但是如果这个几个跟这个几个，然后互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对。如果我最怕这种，当这个 A 队友跟 B 队友吵架，你会对我们真的是，我就会个别拉出说，没有。那、啊、你们舞蹈会很难吗？有些应援动作比较难。叱咤云霄。我来想问一下真奶好
好有我们队对另一队的大战，有另一队的冲刺在我们的本后，然后就哇欢呼声很大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，哎、欸，怎么就是左右两边全部都是另一队的球迷，突然觉得有种紧张，两边对很紧张，然后我就只敢在中间这样。那你现在已经熟悉就是球场的所有的东西了吗？都熟悉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有在看棒球，所以其实规则我都你本来就有在看，对，那你是最原本支持谁？加入之前其实我本来是看兄弟的哦。边跳舞，然后边喊，然后还要笑，保
持这个福利的方法。我觉得是练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习惯一些。如果没喊会被骂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就是看自己的感觉。对，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啊。那如果你在场上如果忘记应援怎么办？其实龙迷大家都蛮会跳应援，有时候忘记就偷看一下观众这样，看着他，或者是看一下左右邻居。但因为我像是练习生嘛，有时候旁边不一定会在我，那还好啦，目前忘记的成分很少。那你有在台上出球过吗？还好，但是最近是有一次，就是那个下大雨的时候，不小心滑倒，突然一直看到你，然后我就一脚出去，然后就差点把我踢腿了。好，那不然今天你们来互相爆料一下对方的事情好了。他就很认真嘛，他就在写一节的所有的应援动作啊，什么男什么时候要出手什么的。好可爱哦。对，然后他就写，你知道，因为我是写一垒手、二垒手什么，他写一叠手、二叠。全叠打，全叠打，全叠打。那换你爆料一个，思考一下哦。啊，不然问一下，其实自己爆料一个哦。你为什么待过这么多队伍？会离开是因为行销公司换了。哦，他是哪队？然后再就是2015的时候有跳庙会，那个球队是不允许我跳庙会，然后又离开了。然后再就加入了中华队，那中华队就跳了5年。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再加入职棒了？对，所以我就退出了中华队，然后再去选味全红。还有人说，请问有没有在特别的地方亲密过？刚不是说很喜欢户外？对啊，你有去野外过吗？我们在河堤旁的哇停车格。太丑了，爸爸北一样。
看满满的啦啦队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欢迎最近争议有点大的，因为他曾经呢是我们的啦啦队员，然后之后呢他又到我们的另外一边。有要讲这个吗？所以你要提争议。你太倒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已经趴到你的头了。好辣，好辣哦！来开。待会会有很多劲爆的问题。有，我们有说好跳队的这个东西吗？我刚刚讲吗？你刚刚讲啊，刚会剪掉。我还有一位同学要来欢迎。我要是谁呢？但他不是啦啦队，那他是什么？出于鼓掌，叫杨小份。欢迎小份，小份。来，搞笑。来扑他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就轻松聊啦，不要乱问哦。问什么？破坏你们感情哦。对啊，白痴哦，我怎么会？阿姨子嘞？哎，不是啊，他是谁的频道？阿姨为什么没有约？没有啊，你就不要约他。我是不是他说的？是他说不要约的。不关我的事。我原本只是约依依。好，我就多的买，简直多的买，省一堆。好啦，还说感情很好。对啊，他们两个是我学姐。林丹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超级超屁，他超讨厌他，超没礼貌。哇塞哇塞！认识第一天哦，他第一天新来，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打招呼，说啊姐姐好。他直接问说，哎依依，你的前男友是不是谁谁谁？那个男生是我的朋友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去跟依依讲说我是他之前的前男友，他会特别照顾你。我就相信那个男生的话，然后我就去跟依依讲。他相信嘞，我想说那应该可以，就是被照顾，被照顾，没有嘞。完全没有，就被讨厌。他之前真的很没礼貌，超没礼貌的。这不是没礼貌，因为我刚出社会，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要打招呼。我是以前都看地板的人，因为以前我们学姐学妹制很严重。哇，没有吧？有，没有。我以前多害怕，在球场偷哭。你最害怕谁？你说谁欺负你？谁？来来来，我们班。这可以讲吗？你讲啊，你讲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大家现在都很好啦。哦，因为以前不好了。真的不熟，后来慢慢之后就跟大家就是比较熟，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。好啦，我来问一下依依，重回乐天的感觉是什么？爽。那你呢？哦，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大家其实都一起工作，分开一阵子，分开一阵子再回来，就是有一种特别怀念的。而且我那开幕赛那一天，我超紧张的。怎么说？就觉得哇，我终于做跟五六年前做一样的事情，对，就是又可以跟一样的人一起工作。没有，你那时候在跳舞啊，你现在没有哎、欸。他现在是编舞，可是他是一样的舞台啊，一样的舞台，然后跟认识很熟的朋友一起，那内心蛮激动的。但我们已经就老了七年了，哎、欸，好久哦。其实时间过超快，想当初，想当初超年轻，你那时候竟然才几岁？十九岁，你进来就最是最年轻的，对你也是那，我先最年轻，然后后来你是最年轻的，然后你知道现在最年轻的几岁吗？对，几岁？十八岁。哦，对对对，满十八。对，接下来请问阿伯怪赞成你离开频道吗？这个其实我跟阿福怪的其实还在一起呢，在一起啊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跟阿福怪的紧张紧张，还是一起拍影片。对，拍什么影片？拍就是外流的那种，不是我，就是拍一些好笑的影片。对，对，因为我的影片还是由他剪，就是我们还是一个 team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思考要往演员发展？其实我有想要当演员，但是呢，演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呢，牙齿要非常非常的整齐。哦，这谁说的？我不知道啊，就很多人这样讲哦。可是我又不想要把我的牙齿整得很整齐，不然就是我没有虎牙，就没有特色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是虎牙甜心，他的粉丝团以前一直被我们抢，叫做虎牙甜心。怎么会有人自己取名叫甜心？我改了，我改了，我叫做虎牙陈怡。按你嘞？我要跟你们说，我的粉丝团因为是 F A N， 然后这个人。英文不好，他给我 F A N 念粪， F A N 粪小班，所以你是粪咯，所以你是粪吗？所以他就刚刚就一直叫我粪，对，这不重点，继续。所以演员呢？但我会想要就是演鬼片，他喜欢鬼片剧情，他很大胆。那你想要跟阿伯怪演鬼？因为什么是阿伯怪？请问预告里面阿伯怪突然出现，对，我是阿伯怪，我是阿伯怪，想要跟我。就就就，你这位黄标，我跟你讲。接下来，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有什么样的条件？帅，我觉得帅非常重要。阿伯阿伯关起来了。还有 man， 我觉得 man 阿伯怪 man。再来就是有钱有钱。阿伯怪很有钱。他们频道做得不错哦，收益不错，差不多了吧？对，差不多。还有要有男生的特征，最男性雄伟最厉害的，好胸肌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胸长呢？就以为是别的啊。哎，小白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我长大了。我们都过七年了，真的呢。所以那你有对象吗？那你现在有吗？要是做什么？你对自己。
己未来在球场有什么期望？干掉林奕真。天哪，那很容易耶。没有啦，没有很大的啦。这样子就干掉了。可以跟乐天女孩和乐融融，然后一起创造更厉害的家。好官方哦，太官方了。干掉林奕真。那你怎么知道干掉杨小凡？不是已经干掉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很勇敢，勇敢乐天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勇于面对的人，他不怕别人怎么样说他，反而他会更想要做出来，然后做给大家看。那面对不看好的人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讲？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感性的，非常的不要脸啊，对啊，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。那些留言就是你可以看看，虽然会有点小难过，然后会想要就是回他，就是呛他，但是觉得说，哎呀，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我，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我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为我喜欢的人去努力，那不喜欢的人如果他们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就是随波逐流吧。对，主要我就是想要就是鼓舞我，然后或是做一些更好更厉害的事情给喜欢我的人。哇，好感人哦。其实很感人，而且依依他是他想要做好，然后给大家看。你还会回复酸民？我一开始有回复，有些讲的就是事实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是我觉得好像他过这样吗？因为可能是我开玩笑的时候，然后伤到别人，那不是你的本意。对，那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有被伤害到，那我至少也要道个歉。对，所以我跟他们说就是不好意思这样，但是他们这样也不会领情，那我觉得哦没关系，至少我有道歉，道过歉，很有诚意的。哇塞，接下来换小份了，好，说完了。有人问说，请问小凡到底接了多少工作？为什么感觉都大爆满？有吗？有，哪有大爆满？粉丝问的。其实没有接很多工作，是缺很多工作，赶快这边联系好不好？平常没工作的时候，我不会让自己闲着，怕闲下来的人。对，怕闲下来。怕闲下来，跟你一样。跟你讲，时间管理大师。而且他超喜欢多人运动。真的，你看我们这样多人运动。我的意思说，你都会找大家一起去运动。对。我会传大家，而且都会一定流汗。小凡接到舞蹈总监会感到压力吗？说真的，真的还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乐天女孩其实大家都很会跳舞，每个都有一定的基础。谁最没基础？谁最没基础？没关系，不会剪。谁最没基础？可以讲出来，然后我们要逼。很多人是很想进乐天，可是他们其实不知道进去很辛苦，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们每周都要练，每周都要练，而且都是很多应援都要恶补。学妹们真的要加油了，加油，脑能量会爆炸。小凡有在教课，那你最喜欢跳什么舞蹈？我最喜欢跳性感的舞。来一段，来一段。来，我要放歌，我要放歌。对，所以你不是这么 B-box 啊，不，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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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帮我们上音乐，因为没有音乐。最后一题，之后有打算出什么作品吗？首先，第一先把乐天女孩的东西给用。哎呦，对，一心一意哦，一心一意，先把他们东西用好，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乐天女孩。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一个个人品牌了，所以我之后呢会在我的个人品牌上面出一些周边，欢迎大家去我的网站上面留言留言。那之后依依会有什么作品吗？其实我还蛮想要就是大出一点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那我之后我不穿，没有，我想要就是欧美风，就是出行的。所以你是可以接受？我可以接受，就是我可能要在结婚前，然后再出一波这个。哎，大家会不会一出了之后，然后知道我要结婚这个呀？对，我也想。今天算是蛮猛料的吧？小猛，今天还好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车上更猛。对啊，不能播的。如果要的话，再私下来问。默契大考验，我们现在输的人，我们总共出五个题目，如果我们讲不一样的话，就要被压倒。好，一下不要放球，你能想到什么？乐天，没有，你们都不点头。乐天女孩一，没有，完全不一样。我先问一下，来你们三种。乐天桃园。好，那林干嘞？女孩桃园。乐天桃园。好，那林干输一分。耶、yeah! ！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想到应援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勇敢乐天，我们学习最久的就是我是老大，你怎么不会讲我是老大？我们现在是乐天啊，勇敢乐天，要勇敢起来。没有，我们是你要勇敢啊，勇敢面对。想到球员，你们想到什么？王浩然。你为什么说王浩然？没有，因为我想念他已经退役很久了。我跟陈晨威，很久。
另外的劲敌，就是想要说真的哦。想听到喜欢的 YouTuber， 你们想到什么？反骨。对啊，仓库啊，那你错了。我说林丹，喜欢你不行吗？啊、没有没有，我们是一个团体。对，那我跟他同分。那就雅思。欸、我的妈耶！在听到你为什么不送林丹？哇塞！来来来，中间请，中间请。性感的陈一、啊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讲吗？我爱林丹。然后呢？也讨厌林丹。然后呢？我喜欢王柏荣。那你可以跟观众说什么？我爱你们。可以这样玩 PK， 两个人在 PK， 对，那个黑白，我黑白，对对对。